嘉尔，我怀疑你其实比我矮。敢不敢比一下？我很老实，我1.71米。我1.74.8米。他有零有准备，1.44.8米。早上。我的初恋是差不多哎，真的是20年前。我的初恋是10年级，但是人家答应了没有？人家跟其他人交往了，那不叫初恋，那叫单恋。单恋。对啊，那时候5年级，然后就听那些情歌，就感觉到自己，你知道那些歌词什么？最后悔是放了你的手。当您的孩子开始听情歌的时候，可能这个时候不是说早恋不早恋的问题了，可能是已经恋过了，已经分手了。你知道兵马俑吗？就是那个很多人很多马，就兵人过军人，以前打春秦王啊，不是春秦王，春秦始啊，秦始皇，春始皇。约瑟是什么？要给人发一个寿牌，你舍得啥？一定。可以问一点国际性的问题吗？麒麟到了背脊会变成啥？我说的，老实说，谁的笑容让个满意，再让谁答。冰淇淋。脸蛋儿队和脚掌队，对，现在有请我们车间的小机器人 ，ITV 小车。哇哦！感觉像小宠物一样跑过来哈。好，现在你们可以坐上去。选脸蛋儿队还是脚掌队？我们选脸大队。脸大哥，你确定是安全的吗？现在还好，可以下车吗？应该没问题，你看我都在这儿了。可以下车。哇，他还有顺毛，他是顺毛的，就是有齐刘海吗？他哎，他不理你。哎，我长得不帅，所以他就不会吃我的这个，对吧？Ladies first. 我踹死你了！哎呦我去！打我！